市场。文心兰在外销产业链整个提升的计划，我们透过专家学者，然后呢，针对它整个包装厂的流程，还有采收后品质的一个改善，我们都一一做解释。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最好最优质的文心兰送到各位的手上。大田花卉市场啊，是日本最大的花卉拍卖销售平台。从台湾输入的花卉，无论是花型跟花色，都非常受到日本市场的喜爱。而未来台湾也将会持续依照日本市场消费的需求，选育多样化新品种的花卉，而且辅导农民稳定供货，扩大输出量呢。